你也没开，你开了吗？嗯。啊、我的可以吗？对啊。先滑一下了，好热哦。不要滑。什么叫先滑一下了？我怕你要拍照。没有。那没有。面条雪耶！哎、欸，他连左边都压了耶！哎呀、啊，怎么这么好？没雪，哇，好平啊！面条好，哎、欸，趁这个时候拍它，我还没拍够。你说，好，别人有我没有？要他继续打滚的。不管他，今天已经不好玩了。要放多次。怎样？要这样。怎样？看一下。有，而且是弯曲型的。我放得很低。好，就这样，一试一试。可以啊。好吧。来做大桩。哎、欸，我都没有开、欸，好吧，今天开一下。哦，好啊 ，check in 哦。你连找到 app 都不知道找多久。我们是用 Yukiyama 吗？嗯 ，Yukiyama 吧。不会要我 app 更新啊？搞不好，不想讲什么。我要搜寻名字就知道了。我要拍一下雪场，等这个挣扎的人走了以后，雪场就是空的了。他们自以为在那边 carving， 在那边摸地板，真是无聊。谁啊？一个雪板。哦，我问你在说他。小孩子哪在咖啡？我来咔咔看。你要咔？我能大转，但是我可能磕痕磕的不够深，我可能只是弯很大而已，这样。好，随便你，你不要摔倒、哦。应该不会。我就说了，我磕不下去，那就表示我。Thank you.
有，我都只有滑。你不是很滑的一条线，你是一条没有很深，但是你也是沿着轨道。对啊。啊。所以你也进步了。没有。你是轨道。但是我后来仔细看，那些 gay 口上面都有，都有。
监视器的，对，就整合在一起。他可以过 gay 的时候知道，所以他不用一个人一直看，他可能就是交给电脑。那要是他辨识，然后他辨识不出来，我每个人都包成这个样子。对，但是他只要记颜色就好了。因为一个绿色的人用了年票，但是一小时后竟然是个红色的人过用这个年票，就要特别抓他。他就只要叫警示一个人出来检查就好了。警察照片一不搭，嘿，年票就没了。今日天气好，是不是特别都在采访？他好像要转弯的感觉。没有，他要去旁边上说出去了嘛。他又不能走那个动物之声。这台机器想要横着出去的时候是最麻烦的时候。看他怎么走，他只能走背背的。还是他要停到餐厅后面先 skip 去。他们要过来吗？没有，他要去餐厅后面。因为他如果往下开，万一下面有个人坐在那里，把他铲走。所以他只能，但是那里还有一条路，他不是 U 型，他就走了。没有路了啦。另外一道也开了，他图哎？什么？可能下面还有另外一条。应该不会吧？我看一下网页，有开的话，那很稀奇。但是昨天看的都还是长。所以昨天晚上也没下雪，一律不看。要下去吗？好热哦。好啊，下去啊。来不及看，走了走了。刚刚更摩擦的滑法，就会感觉到很多咔啦咔啦。对啊，你现在要轨道滑。跑进去里面很跳吗？很跳吗？
他真的每一次都要看哦。他是失忆还是他真的每一次都要看？应该说会不会是他？好几天的话，几天我都不知道是哪一次。反正等一下去山顶照相吧。嗯，不下来就不会遇到他了。是没差，我只是想到他是故意的啦。不是吧？他就没有在记说他看过谁，他没看过谁。手好热哦。还是他在要求每个人不管有没有重复都要看？对啊，不知道。也许他觉得他的工作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好热哦。今天人那么少，他就是看一看。今天是九号啊，嗯，然后我好像一直拿八号给他看，太没关系，因为我就看个八，我就觉得哎，好像不是，可是我也懒得拿，我说哎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放上去看看，不想笑，他也没在看，他也不知道在看什么，你都说扎着扎着头就好了，八跟九的头长一样，可是我觉得他是整个八露出来的，我就觉得不知道。哦，好哦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就可以。你再一把，你现在瞧一下。哈，我知道，我怕嘴要掉下去啊，就真的没票了，我的靠。很重要。那我觉得，辅导的那一些会不会也都那个？还好，我就穿这件外套就没差。啊，我是自从上一次。为了什么就决定永远都放在行李箱里？小学场吧。嗯，我差只有猫膜变成电子票。所以这次黑的还是上面？哦，上面。好啊。你说上面了？对啊，去上面拍拍照。好啊。好热哦。去先整个妆，那你有想衣服你有想要全开吗？全开，嘎吱窝全开，还好。等一下坐椅子看看，搞不好椅子上比较凉。哦，因为没有罩子。对啊。他来补充了。他干死啊。对啊，已经有个人走了，赶快来没收他去。
避开你，然后想办法逃跑。对啊，我还想说。啊？很硬吧？过不去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但是也没有第一天嘛，很痛苦。有凉吗？还可以。微风而已。靠一靠。有够没人的。靠一靠。日本人都不见了。嗯。现在来收集各国腔调，连教练也很少。嗯。那个是。亲子教育，所以现在是应该来报教练课，这样教练一定觉得我们两个学生就可以有专班的感觉。是。嗯。看那一个是爸爸加小孩还是教练加小孩？爸爸吧。那个小孩就往后倒。放软。对啊，我管你的，我就这样。然后瘫着。对啊，他一副就是一放开会不会就屁股着地的那种感觉。嗯，那我想想看我要练什么。今天又跟昨天不一样，今天要属于正规的练法，因为雪场可能很久都不会乱。也太难了，紫外线很强。但是今天有点懒洋洋的。来之前有看一个影片，是日文的课程，他是说终极者进阶最要克服的叫做内导问题。嗯，然后他教的 N 个课程当中，第一课好像也是 Sherry 有教过的，他说雪杖要改成草杖嘛，然后放在身体两侧。嗯，然后你要往右转的时候，这个要能够画到地上。嗯，往左转的时候，这个要能画到地上。这样。往右转。头朝右转的时候，这边要能画到地上。怎么可能？手没那么长啊。要尽量，能碰到是可以，那没碰到也没关系，要尽量做到。就是在我们大脑里面啊，我们以为我们没有测到。但是拍出来的影片真的有测到。然后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大脑会以为我怎么弯怎么弯，但是录起来上半身才只是正的而已，根本就没那么弯。所以它是一种就是强迫你要做超乎大脑预期的东西，实际上那个才是正确动作的一个练习。你觉得这个森林有树小动物吗？你连脚印都没看到哦。没看到。对，一个都没有。那我们吃旁边的草就可以了，不要出来。上面剩的好少。嗯。你看，连风几乎都没有。
所以今天就是纯粹的压雪雪子，隔壁也没有处理，所以上面并没有太高。但是压雪车压到好上面。就往下拍，整个雪场空空的就好了。我左边右边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哪边？好，哪边？左边。你要拍照，你往左边对的。刚飞有没有摔到？没有啊，对啊，有穿防摔裤啊。哦，现在摔到屁股啊？对啊。啊，刚有。下缆车啊！你很快这边逃跑，你逃跑到自己都快摔倒了。我在发射啊，火箭发射。然后决定提早发射或延迟发射。今天看远山就绿的啊，绿的。嗯，不过地面是雪，了不起。你说那个城镇是雪？对啊，有积雪，了不起。那个路真的超像一条雪道的啊！我觉得那是旧万座雪场。真的吗？对，已经被废弃掉了。很像，它很像雪道啊。是啊，我觉得是。因为不然山里面哪会这样一条路？奶奶。哦，还是跑掉。脚啊！往右转，最少要碰到，这样吗？嗯。过来我。在你的眼睛这样看的话，这边感觉就是往前朝前的走都有，这样，然后这样子看下去就是这样。上半身就是这样。嗯。然后转弯的时候。朝右转，好，我开始。两边都朝前，朝右坐的时候，上半身几乎就是直的，
没皱的时候，上半身就会稍微内倒一点。差别是这样、哦。我感觉到我的水泡在动哎、欸。水。水泡。哦。好像在挤压哎。滑。啊，今天随便滑。把鞋子再穿紧吗？有压到水泡的那只脚啊、嗯，那个松紧要重拉一次。好，那等我一下哦。只要拉松紧那个就好了。我现在也觉得我那个变松了，不过因为我今天是轻轻滑，所以我可以不用拉。现在不用动，什么都不用动。你想亲那个，也不用扣，扣也不用重扣。那你要怎样？你现在先扣起来，先扣起来，不要拉松啊。你这样有拉紧。我刚刚是说你只要松紧带拉紧就好。对，那不叫松紧，那个叫什么？魔鬼毡拉紧一次就好。哎呦哎呀，这个紧带，这个好紧哦，这个也可以拉好紧哦。只有右脚那个感觉，对，只有左脚这感觉。嗯，右脚应该也有松，我觉得。你要调魔鬼毡的时候，扣子不要动。哦，然后调扣子的时候，魔鬼毡不要动，这样你才有一个 base。好，这样就好。那你扣子真的不要动。扣子要是觉得太松的话，你可以加一格。好，这样就好。那、啊、中间的话，半格就好。所以所谓的调紧，只要调最上面就行。这样好。这还是很松哎。好，最上面这两个就是水泡的原因。讨厌啊！
本来要说，哎、欸，又是个外国人，结果是日本，山好高。你说 staff 长吗？对啊。嗯。啊，好累啊。因为他满脸微笑，乍看也很像外国人。我没有看他，我在忙着赶路，好累哦，脚酸。嗯。嗯，所以看来刚刚那个重心正确的练习，好像也是压到水泡的位置。因为重心正确的时候啊，上下班会是分身会是分离的。那分离的意思就表示也有在转角，转角的话就是会转到那里。不然我们做个轻松一点的好了，跟矫正无关，跟轻松有关，就是小掌的点杖就好了，喂就好了，随便你高兴，喂喂，嗯，对啊，这样子滑下来就好了。这是铁达尼的歌吧？嗯，好久没听到。对啊。而且这个片已经多久了？至少26年，好像是我大一的时候的歌，因为1997年。因为整个剧不就老奶奶跟年轻吗？嗯。然后你要是在想上当时的演员的几岁，李奥纳多也很年轻。然后再这样子弄一弄，那等你下次想起来，他就真的是老奶奶了。嗯，你看，真的厚度没有很厚，没有碰过的积雪厚度。你说很薄吗？真的就是40。我本来以为40能不能滑，还是能滑。是没错，应该说这里跟其他雪场比较不用担心的是，那个温度高的时候它雪化掉这件事。嗯，就是在暖冬的时候去看那个积雪图，就是一下雪就10公分，然后过两天又融光了，就这样一直来来回回很烦。但是这里你就想跟夏天的同等级啊，就是它就特别。其他地方14度的话，这里可能是0度，所以它至少也比其他地方好一点。虽然下降的不多啊，下的没别人多，但是融的没别人快。对，它在上面。它为什么一直离左边？我觉得它在脱衣服。哦。太热。但是它要怎么放？它有背包吗？谁看得懂啊？挖个洞埋起来吗？还是？狗狗啊！他是说想爬上去拍照啊？还是同意？我不想、欸。这里啊，他那里可以看到横手山，你要看吗？真的吗？对啊，横手山啊。哦，好啊。那个方向应该是很手上啊，但是我猜树太多了看不清楚，看他的照片就好了，因为好像还是在树后面。我们在这里就看得到了吧，先看一眼再决定要爬上去。妈爬是家在那个山头啊，看错，我看错方向了，那个尖头看不到道。我决定不爬，浪费力气。哎呦，我
因为我前面的树挡住了，我觉得看不到大嘴。我看一下。我完蛋了，我这样束紧，我脚麻了，我脚开始麻。在教他那些是什么山？我要上来吗？好，我没有要。好凉哦！脱了外套才说好凉，太热不行。不行，我现在弄一下我的鞋子。我脚麻掉了。下面两个不要扣紧。但我下面两个其实不是问题耶，应该是上面。啊，是啊。但是啊，你这种做爬上去的运动啊，弄松的话，爬没几下，水泡就会变大。但是我现在脚又太紧，好麻哦，我不知道麻在哪。先让我松一下，等我等。啊，那你要爬的时候再把它收回来。好紧，哪里紧？还是是这个收紧带太紧？我看一下，我不知道哪里紧了，然后我就是在紧的好难受。好紧，麻掉了。也要上，很上。好热哦！看得到风景吗？就一点点，很手酸啊。那个先生的位置更好一点，他离树远一点。他帮忙开路了，你看你要不要走那条路？那个更好。脚麻掉了，还是我看一下，你看那边，那是群马山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他刚霓虹沟什么？没有，那是那个感觉很像龙王哎。龙王哦，龙王的日文怎么讲？不知道哎。那个阿尚有跟我讲。我觉得像龙王哎。啊，横手山呢？横手山。刚好被树挡到的位置。你横手山是这个啊？这边你要走到这哪？妙子はい、新潟、はい、中のだね、はい、ですから、うん、リュウの王様白馬なんか見えるんじゃない、白馬とか見えるんじゃない、気をつけて、気をつけて、Be careful。 この左の、あの辺
辺は白馬の方じゃないの？白馬？白馬とか、もうちょっとこっちの白馬とか、あの辺なんだろうね。はい。あ、横手山。横手山はこっちだな。こっち？うん、横手山はこっち。横手山こっち。見えないね。はい、熊の湯も見えない。熊の湯もこっち、こっち。はいはいはい。こっち、すぐそばなんだけどね。はい、近いですね。ね、近い近い。でも見えませんね。うん、見えない見えない。遠くはこの見え、ね、横ね、こっちはだってもう見えないもんね。あけびた、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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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けびた、遠いその辺だね、見えないね。見えない。見えないね。中国、是哦、中国、台湾人です。あ、台湾の方ね。あ、そうなんだ。日本語うまいですね。两个拍照。啊，呀。没有，这种我。OK， 我弄。呀，站在这边这里。庙高。哦。庙高。庙高。庙高。而且那是新舄县的。哦。而且是长野县。哦。長野県と新潟県。好。嗯。Excuse me, would you take photo for us?你要在哪？先这里一个，然后这里再一个。那就那我们就这样，啊 yeah! 在这里就好了。好，啊、再往矮。嗨嗨嗨 ，one more， one more， one more。嗨嗨。もう一回、はい、もう一回、もう一枚。はい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帮你独拍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拍风景就好了。很好看哦，很好看哦。啊，小龙阿善帮我拍小龙包。哈，那是小龙包。我我们哪里人？我是台湾人。哦，嗯，小龙小龙包的那个怎么讲？小龙包。好害怕啊！看一下地图，是不是很好看？都看不到山了。哦，高度啦。那我们来自拍好了。我看一下，脚好酸哦，脚又麻。我刚刚只有解开左脚，我右脚也麻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我们在这里。高高山，他说的没错哎，哎、欸，小古村呢、欸？难道那是赵？难道那是那是哪里呀、啊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我看一下，妙高。哎、欸，真的是白，有可能是白马哎、欸。嗯。莫，你上来看啦，那是白马吗？觉得很难得，因为今天天气很好。脱外套上来，超凉。哈哈哈！我不行。过来，你来。嗯，好好热哦。蹲下一点，把三倍挡住。你已经是最小了吗？对啊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厉害。好。啊，脚好酸。很漂亮哎、欸，我觉得。很漂亮，就云海啊。我要移到那边来。好热哦。我知道，我脱掉，我就觉得这样比较好。我想要把一件衣服脱掉。我也想，可是我没有，很热。嗯，我还要低点吗？我要说你很热。我很热啊。我想从这下去，感觉好。算了，我衣服还热。不要乱讲。自己衣服擦的都是血。我来把一件衣服脱掉好了。九号，你看我刚刚一直拿八号啊，八号是这样，他看着没感觉。我想把我的那个中层外套脱掉。嗯。哦、嗯。不是。太热了。
收进包包里。嗯哼，那你可以帮我拿包包吗？因为线卡的。等我一下。我带给你看照片。好。我觉得那真的是八方吗？如果你看得到白马的话，那你中间低低的地方，你应该会看到地上的长野，但是前面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山，所以我也不确定。太热，太热，很热。因为去白马前，你不记得我们坐的公车是钻过一个，包包拿着，包包拿着，钻过山洞的。哦，拿脱掉了，冷。哦，那好，那你这样应该是刚刚好而已。嗯，因为我没有中程啊，所以我也是刚刚好而已。这个水不会冷。嗯。哎，脚踏东西好。因为你刚夹在双脚中间。然后就忘记了。嗯。我的电线可以吗？蛮、嗯、长的，留得很长，理论上是不会怎样。我把它放在你的帽子那边。哦，左脚会不会太松？感觉一下哦，我给你看照片。那个，我还说是龙王吗？你说方向不对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啊，对，应该方向。你说那个，你说如果那里是龙王，他指的对的是横手山的话，看不到的方向的话，应该是没错。但是龙王吗？应该不是。因为我们最常从志贺看到龙王，你看那照片，你就会觉得很眼熟。但是我故意拍一张三倍的给你看，你看这超熟的。这是什么？我看前面矮矮的地方，前面矮矮那边是云海吗？对，那确实有可能。但是没有，但是你看哦，但是龙王，龙王离志贺很近呢、欸哦。我觉得，我说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他刚我们对着的方向，他讲那边是我们在这里，嗯，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在这里。我们在这再按一次，已经对着了。好，我们这样好。哎呦，他说，他刚比着右边说是寺庙高，对，就往这边看，那就另外一个方向。我们看这样子，一边看庙高，那看的就是这边的话，我刚放大，就是白马那边。嗯。不知道，白马，我们是东南角。如果你是说你看到雪场，还是看到山？看到雪场，我刚给你看的图，放大给你看，不就要给你讲掉雪场长那个样，很眼熟。那个雪场那个方向，我觉得应该不是。来了，
你的扣子是开的，第三个。你第三个扣子是开的，你扣好，不然弄到就断了。扣你的扣子。你不把它放进裤子里吗？不用吧。他就笑眯眯啊！他现在没有笑，现在没有。嗯，哎、欸，他怎么在那边？我们滑很快啊！哦、是啊、哦，我以为他已经上去了。没有没有，中间我滑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他了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就跟着你而已。他在最这边、嗯，慢慢的滑，蹭松懈啊。也没有，那里没有松懈的，没有，都被压垮。我是觉得，与其在下面慢慢推，我不如早一点就直滑了。大概从那里开始就，果然获得了可以达到入口的速度。嗯，又一个新的了。哦。嗯。可是还这样，东掉下去还有痕迹耶。它是横着掉下去的，奇怪。是，我觉得它是这样掉下去的。压出一条线，对啊，这捡得到啊，就这边有时候是可以啊，但是会不会那个人就懒得捡，而且那个长度没有很长，是小孩乱搞还是这样？哎、欸，我想拿下来踩，用脚踩。好好好。好帅啊！那双风比较大。刚我脱了外套。那你帮我拉起来，我就有点。你说嘎吱窝凉吗？嗯。等我一下。好。我要把手套都扣好才可以。好的。好，手举高。另外一边。等我找到才行。我还没找到。哎、欸，我感受到里面放暖气出来。有啊，很热，然后我觉得这样有点凉。你那样子很像暖气口哎、欸，让我的手暖到了。放暖气，我放暖气，对啊，嘎吱窝放暖气。好，不揪不揪不揪。哇，这样子是脸有点冷，就变成我刚往后拉的那个薄的那一层，又要再把它罩回来。不过这是前进风造成的。不是自然风，是前进风。我觉得它左边这个根本就不会开，嗯，也不挂，整年不开。因为它跟它长，这三条几乎长一样啊。不是几乎，是完全一样。啊。它
怎么要把它搞到变三塔？这里这种盛况吧，可能跟苗场同时期，就跟苗场四号那里一样，物尽其用。然后这上面可能满满都是人。前面的还惨，右脚麻，左脚没麻。大腿下侧有酸，我都是坐椅子按摩，这样压着很高兴。但是为什么那里酸呢？我也搞不懂。又一个上去了，最后那里中间那一块完整的，最后却整个消失了。那个人要上去看一下。很漂亮，风景很漂亮。我是想说，我们类似的一定都看过，就位置不一样，就很懒得上去。我有右边吗？右边。去那个边边看，降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像有一条路一样哎。叫你今天要练习什么事情？啊？他不是叫你今天要练习什么事情？你要练习什么？要练习什么？对啊，我在练习这个、啊、蹲下去啊。蹲低一点啊。对啊，然后那是 curving 的一种。你看。对啊，不是都要假装摸地板吗？都要假装。摸地板，我是会这样啊。
等等等等，你有一个扣是翘起来了。三倍速度。对啊，要先骑着三倍，然后有这种。他个人这样想，你还要踩棒棒。哦，好啊，也很比较轻松。行。啊。嗯。哎，你在滑上面啊？啊？你现在滑上面还下面？我觉得都滑上面 OK 啊。十点半而已。我自然有要练习的东西。十点半。因为下面那边、下面那边陡的地方，其实我也是在乱滑。陡的地方，对啊，黑的那一边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我自然还有东西可以练。哎，有人捡走了，是不是？横着过来，对，捡走了，就是撸了一阵子啊，捡走了。这个横滑的，横滑的，哦，那里是压过。他先横过来一段松的地方，然后中间这个是压雪车上山的路，然后接着又吐过去。右脚好麻，又没有松开，所以又好好麻，走不麻的，走不麻，但就觉得水泡在动。对啊，很矛盾，但是我不想让水泡更严重。理论上就是要忍着压住，压住它就从头到尾压住。但是中午吃饭要怎么办？松开还是不松开？对啊。果然又是前进风。现在拍一样就觉得雪场没人的样子，而且是全蓝天。那昨天也有拍到啊？昨天没有到这么蓝啊，昨天可能半边云啊什么的，拍一下看看。难得在缆车上拿下，拿出手机。我要照标准程序。套手套跟套杆杆。那就右边下。叫我嘛，我再调一下好了。真的好难过。就推到那就不动。
对。先拿起来吧。这是背着背包的人吗？嗯。他就是上半身前倾型。嗯。对，而且还做得蛮用力的。然后本来以为他是为了松雪这样，但是他滑到下面还是这样，做得很重。你不觉得这里的压雪车很乱、复杂、很乱？他那边撸来撸去的这样，有横的，有直的，有斜的，有直的。嗯，这地好像不是很平。哪里不平？那里凹下去的，被大家滑过了。你说哪里不平？那里。有个大转弯，那里感觉地很不平。嗯、你为什么不进来往往看？我觉得够了啊。昨天玩够了，今天只想轻松。大家都站上去看一看。嗯，我就说那个中间完整的那一块何时会被踩光。不过那边有人踩过的地方看起来已经很好走，要变成鸭血了，人工鸭血，很好走。这一小，什么？你是要摸地还是要怎样？啊，就是要弯，然后就是四次摸地。你主要做的动作是弯腰。对。你说我大部分是弯腰。对，大部分是弯腰。对。好。然后你真要摸地的话，他说速度要很快。那才是你想象中别人那种摸地。哦，速度要三倍快。要三倍快。所以还是一样啊，就是基础的大弯，基础的大弯做熟了，自然就可以摸地。我觉得有点不大一样，因为我昨天有看那个 video， 那个你说 snow 神炫那个 carving 的那个。总之你做的都不是 carving， 我可以这样讲。没有，它是的教学啊，所以我现在在做。慢慢一步一步。试图的在我滑雪的路径中做出这两个，那只是比较慢。不然就是要先练速度。因为练速度的话，速度快起来，人会害怕，是因为没有控制力。那控制力的话，就是。你习惯十次，你做了二十次，你知道那样子你绝对停得下来，你自然就不会怕。所以先练速度。那练速度就是要练能停下来。那你的问题是你停不下来。你的停下来的方法是甩尾侧滑。对。但是甩尾侧滑是一个雪板常有的偷冬的捷径。对。滑雪，所谓的滑雪是啥？雪板也一样，是这样。所以啊，就是回山慢下来的这件事情，你本来练就大圆大 J， 对啊，像这样大 J 大圆让我停下来，而不是 kicking。对啊，了解，对啊，就是完全忍住，你要不你就双手绑在这里，不准动。这不是手，这是脚就会踢了。哎，脚会踢没关系。脚踢没关系，你脚赋予你脚踢的力量是你的手。
你的在扭是不是？好像扭。你上半身有这两只手，我想看有在哪里。好。你这样子的话，脚踢的力道会弱。这样子啊。把右手双手绑起来，没有办法。右手先绑就好，右手要绑起来。你要小心欸，你不要，安全最重要，训练速度你要小心啊。对，上面可以。调啦，你要踩吗？哎咻！那脚还是好麻，可恶！我有松了呢。他就是上面嘛，然后再头松一点好了。要多少？松了。那手很笨拙。因为手套、啊。你要松开吗？好累啊。嗯，弯腰。奇怪，两个都不紧，那我到底是，是这个紧啊？应该是第一个，脚麻通常都是第一个。啊，好痛！手勾到吗？打到好痛。脚麻通常是第一个。第一个其实对我们滑雪的人来讲，你没有很要怎样子的话，第一个几乎不紧也没关系，但是第一个扣紧一定会脚麻。刚不是转紧吗？我是我故意转紧，然后往下一格啊。那你要哦，你有到第二格的样子。对，我想要给它换第二格。那虚扣没关系啊。对啊，就这样虚虚的扣着就好了。然后再松一点，再松一点。
原来你不是第一个，你没有一开始扣太紧。嗯，我想说上面根本都没有紧到哪里去，为什么会麻成这样？脚麻是第一个跟第二个。是、哦。我的经验啊，我还以为你是上面紧就会这样。上面紧通常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下面紧脚会比较容易麻。我扣不下去耶，怎么办？没力气。你刚有动到松紧带吗？没有。但是现在是最好穿的时候。我真的扣不下去，奇怪。哎，扣不下去，奇怪。扣松一格好了。扣松一格。现在就是太松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太松。快到了，卸下手。好，下车。站着更能扣紧，反正等一下也要套裤子。麻死了。玩儿。第一个哦。嗯。右边啊。OK。谢谢。我扣好了。哦，对，现在力气比较大嘛。嗯。坐着的力气跟站着力气不一样。对啊。光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碰。他刚速度还在加快吗？你真的今天要练习吗？对啊。不然我就开始带着你练习好了。谁啊？我告诉你要练什么这样，因为你刚刚下面啊，不是练那个速度啊，练那个速度没有用啊，因为下面那个波。因为下面那个波，你用那个速度一直滑往前滑，你又不会怕，那个速度。我也有冲啊。啊？我前面有冲啊。对啊，那个前面冲本来就该冲了。我是说前面你不是叫我冲，那样速度是可以的吗？但是那个速度因为用不着控制力，所以控制力不会进步啊。直走的习惯，你会习惯，但是无助于你在这个斜坡上的害怕，没办法降低。那所以你现在要我练哪？所以我就跟着你啊。不是，那你要教我，不是，对啊，要练什么？你要先讲。好，先从这个斜的坡开始。这个斜的坡的话，先让你穿好。你先讲嘞。好，首先你是，先从 pose 开始的话。虽然是这样站，但是棉板就是这样。你是不要前也不要后，也不要上也不要下。你要开始滑之前，你先前面放松一点。僵硬无助于你的姿势。好。
然后现在要修正的是说，你下去的那个害怕感要停下来。但是这个以这个坡度来讲，对你已经算是有点进入害怕感，所以这里只能做一个 J， 你只要数0.5就好了。好，直板向下0.5，去那边停就好。什么叫0.5？数0.5秒。哦，0.5秒太短了吧？很长，对他来讲太短。你的0.5秒是从哪里开始数？从开始动开始。怎么可能？等一下，你先看我的轨迹。好。就是连这种坡度你都要敢往下，那就要小心旁边在练习的人。很明显的往后，很明显，很明显就，然后这一面的话就是往前顶，头顶出去，然后反方向就是挺腰，就这样，挺腰，对，挺腰，肚子凸出来这样，哦好，就这样而已，基本动作，然后这边是头顶地。没有，还没开始，往下数两秒，往下数两秒，直板呢、欸？不是要直板？好、啊。直板呢、哦？
请哪边想一想。头往前顶，头往前顶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对。你可以做的比你想象更前面。那时候几乎就没了。不用停到完全停，你就继续顺顺的转成直板，再做下一个。哦，这种坡度已经开始可以做连续的。好好，你可以做静止扭要练习。所以现在就是做一直练习你教的这个姿势。对，就是、不要拖倒三。啊，现在不用等，现在就全身平衡，然后直板开始弯，头顶出去。有对啊，好好练习啊！打一跤就会，因为有基础了。我第一次站在你后面看到你真的滑到啊，真的，之前从来没有滑过。因为你都是 Q， 然后脚就变三角形切过去。因为那个雪板族常有的毛病，就是觉得好像自己会。Z 字形是跟我们的 Z 字形一样。别人教的不大一样，我就练不到。你如果去上教练课，应该教的就是这个。前三天的课就是这个，除非你跟他坚持说我要上中级，他就不会教你。是，我是跟着人家一起上。哦。然后他们也是这样子。那应该要教他 Lily pose。Lily。对啊 ，Snowcone 那个 Lily 教练的 pose。就是仰天拜地型。爸爸，我脚还是麻哎。你坐出去了吗？对，我坐出去了。我现在挺不住了。对。就我刚看的，他还要再修的，就是，他往左转的时候是拖甩尾，所以他还不敢直板，所以他没有连续 S， 他有练到横的时候的那个 pose， 就是。头往前顶，那你就跟肚子凸出来。那你再跟他讲。对，但是他没有练到两个弯中间衔接的地方，直板数三秒的部分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货我可以数个五六秒再下来的。对啊，我刚也是，我刚数三秒就觉得这也太慢了吧。但是你要考虑到习惯性问题，我们的是控制力已经到一个地步了。
但是他才刚开始练，所以他要已经习惯钢鞭到一个地步，他才有办法数更久。大概交道可以连续的话，就变成让他做立立 pose 了。刚 BBB 停下来，我根本没有开。啊，是啊。对啊，而且他好像没在录，是吗？我是说没在冲。脱落了，要卖我吗？一定是脱落了，我检查是没电的。我知道，没有脱落呢，那就是没开，你的试试会不开。嗯，好。要不然他摸一下那个按钮，电源按钮。我现在在摸在哪个方向？我按到了，我刚刚给他偷按两下，就他。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线，要找了。对啊。那就把岔哥下一波再开吧。上去还是没亮，没亮，要再偷按几下。还是因为好像亮起来了，没有，没有看见。按了，还是不亮。那就接触不了咯。上面，现在是你在插下面，上面。亮了，好。还要按两下，它没有很自动。脚麻。我觉得不是大拇指，我觉得是脚踝的附近。你慢教我再调一下鞋子。好啊，我觉得这脚整天都不舒服。
用的预备，先不用做那个，先不用我讲的那个。安全，往下滑的时候，头肚子突出去就不滑了，好，这个练习跟转弯的练习是一样的。好，站住不动也是一种 pose 的练习。好，对啊，好吧。那应该来，全身抖一抖，肩膀松一松，直板数到一，开始滑。只能一吗？只能一了，这个斜度只能一。好，松一松。逃出去，好，下一个。但是还没习惯停下来之前，你可以只做停下来的练习就好。我们先走，直板数到二，这里可以数到二的。你说像教练一样哦、喔，啊，像教练们。对啊，教练可以站超久。好啊。继续，一二。对啊，要换边。他没有完全头发。太斜斜了。对，不过先练这个，不能一开始就要求。
点十分了。这次就滑下去了。滑下去了，去吃。你说滑下去了。滑下去了。你说十一点十分。嗯，大概十一点十分。还是太早。其实是十二。热一点。十二点吃再说。再给他多练习几次啊，你把他超一点。那样子。我觉得他纸板没有撑很久哎。没有，那个是习惯问题，就是已经习惯了要转，那从头到尾就是在练习一个对于自己钢鞭的信赖感。够久了吧？下的时候再看。哦。嗯。挑了几百次，我脚还是麻的。每次上来都说脚麻。如果真要这样练的话，等一下要先录一下上午滑跟下午，然后下午快结束的时候再录一次，他才知道他进步多少。但是他怎么会说没有教练这样教过？他教法不一样。嗯，但是应该都要教这个，因为这是 level one 的课程。level one 就是大转 ，pose 要对。嗯。然后大转 pose 要对，就一定要压对那个重心啊。嗯。这个人是双脚板，第一次看到这个雪场有人玩这个。很短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前脚后脚都溜溜溜。好可怕、啊！你知道吗？扭扭扭扭，可以扭扭扭扭。等一下，他脚会并起来吗？他其实有点像是水蜘蛛那种感觉，他高兴怎么弄就怎么弄。嗯，对啊。但是相对的，他还可以奔跑。对啊，相对的就是没有钢鞭，钢鞭太少了，就不知道怎么奔跑了。没有钢鞭真的是我有点无法想象。有啦，应该还是有短短的吧。就是。可以用的钢鞭太少了。嗯，对啊。怎么觉得车变很慢？嗯，有人按了会变慢。哦，超慢的。嗯，这个是后脚分离式。这种有什么好玩的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其实那个 pose 也是对的、啊，有点像跪下去。对啊，我说对的意思是说，脚跟离地的本来就是不失力脚，啊，三下脚本来就是失力脚，跟我们的法则是一样的。我脱掉以后我觉得有点冷，我决定我戴。你现在还在冷？手背这个怎么是冷的？我戴还是穿？嗯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做到要用力的方式。这个。对啊，这一段滑得太轻松。我好像直直的都可以下去了。对啊。
嘿咻。你怎么贴在我旁边？我从来都没动啊，也没车也没怎样。我帮忙录吗？可以先去那边。哪边？想象成一个固定速度的车子，不准太快也不准太慢。对啊，然后这就是控制速度的练习，跟你最后会越来越习惯你的当边。好，对啊，来，这时候转直板非常的安全，直板一秒两秒当边，车的好，这是，啊，这太慢了。不要想，就是说。没速度的在直，还有就是呢，你从直板转成横着的时候呢，你是画轨道出去，你是要用钢鞭。对啊，数到三以后，这个一二三，这个先就秒速跟弯的那个先顺起来之后，我才有办法去想那个，因为我每次因为教练每次教的就是这个轨道，可是对啊，我的姿势是没有办法调整的。对啊，懂我意思哦。嗯，好，好，只要想两件事，直板的时候很自然，准备想着接下来的事。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头往尽量往山下。做直板的时候。对啊，我说你现在这个弯，好，现在这个弯是头尽量往山下横，然后慢下来，好，然后才下一个弯，再直三秒。你要下一个弯，要直三秒之后说我要数三秒转，我要数三秒，这样子想，那个时候你会慢到不行。对。然后才说才转直说好，我要数三秒。好。中弯的时候也要数三秒。不用，弯的时候做要数三秒，对，因为你刚你都会一秒就下一个弯。就想要转，对，对啊，每次都要三秒。二三，我头顶是。
是用那个滑的，不是用钢。直直的速度，直直也是让你速度加快。要怎么样让那个速度转到钢边上、啊？直直的速度为什么要转钢边？是啊，因为你不太习惯了，太快了。对。然后你就把它刹住，就这样过去。哦，好。但是我们其实要练习的是要练习。是，都是钢边的这样。不可以用掉。哦，你说我转过去的时候，就是那样卡钢边。卡钢边之后，你会横滑的。对。就是不准偷刹车。哪边不准偷刹车？横滑的时候不可以偷刹车。转面向山的时候不能偷刹车。对啊。面向山。我要你数到三，是要带出速度，但是那个速度是要让你练钢边用，不是让你刹车。横着的时候不可以偷刹车。但是你，不然就是你的角度再斜一点好了，还是它动得太平了？因为其实大声我就慢下来，我就跪下来了。其实，在你停下来前就应该转下一个啦。哦，对啊。你要这样子走。顺的。顺的过去。你的板直准这样子慢慢。好。然后你的轨道是，对啊。好，我试试。我离你远一点。啊，没有人跟着你了，你看挺好的。对，整个场地都是你的。你是最左边哦，没有，你是 L 型啊，挺肚子，是不是用钢边？哎，这个好一点，这个好一点，这比较没有 L 型，对不对？你是说它停得太那个了吗？左转的时候做的跟刚我刚刚一样，带出来的速度突然间就变 L， 就跑过来了。哦。所以你只带了一点点速度，然后好像在做练习，其实你才用了一点点速度在横滑。我听不懂。你因为害怕，我值得要你数三秒。慢慢的这样圆滑的转过去。往右边的时候吗？你第一步你往左转的时候。往左转的时候，要切直的时候就会切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就很害怕，你就扭走了。那边我会，你两边都会。你另外一边比较，你刚刚第二个弯往右回来这边，就比较没这个状况，比较圆弧。所以你要克服。我要去旁边一点。那十三秒对你太多的话，你就数两秒。三秒，两秒。对，数两秒。对啊，你都要直的啊。这里就先跑去尿尿了吧。我是说他尿也 OK， 我在这里等啊，我只是不想走这一段路而已。哦，那穿着鞋等很累，我要坐在地上。他会不会跑过来？他没有跑过来，他先尿。好啊，那你就坐下来。我刚还是忘了快递。这才是卡米，你看这一个。嗯。这个黑的，这才是卡米。嗯、所以你说要用几倍的速度才有差别？
我坐下去会很脏啊，你再帮我拍一拍。你等我一下啊。嗯。你就扑下去了。我只是想坐。啊？很扁呢、欸。你说不够松吗？嗯。不够松。嗯。所以，因为我还不是教练，所以我刚自以为，好像很快，但是实际上，没有针对学员的速度感，桥队的 pose 给他的秒数太长了。你说，他还是会怕？对。所以要更慢才行。刚刚好像下面的两秒的他就比较好一点。嗯，对，所以不能数太多。这样会不会都画在我身上？然后会搞我裤子湿湿的。帮我拍一拍。那这一包跟你之前的东西。昨天看 Spa 谁贴的照片，上面也看到一条分色机，是我们的照片还是谁的照片？我这里真的没有东西了吗？没有了。我刚看有两个玩超短板的，原来他们的短板也是有绑绳，要绑在脚上。哇，就掉了。应该说那个短板没有固定装置，会飞出去。这个人拿着棒棒一路滑，嗯，很空，没有东西。但是我觉得他的 pose 算是没有到中上级的人。而且那一颗好像很大颗，可能是那个两面的高破，嗯，360高破。这个人，拜天啊！雪板的话，其实是说禁止扭腰的话，是只准这样而已。刚的那个练习，但是他已经要，因为我没有看他们的要修动作，要做什么才可以禁止他呢？像我无法做出要怎么样修掉扭腰的人。扭腰？你说他在那边转哦？对啊。首先把秒数降低的话，会有效减低扭腰，但是其实正确的 pose 只准这样。那要怎么做呢？是最下面那个餐厅。吃饭了吧？就要先做小的，再上去，再切过去。直接切过去。直接就过去了。直接切过去。啊、哦、好。可以啊。因为没去。
哎呦，小心啊！你看看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如果随便滑，它的姿势会变怎样？随便滑就是立字型下来拉链型，就是前脚不动，只有后脚，后脚甩哟。好，我尽量往前了。后脚甩走。啊，没关系。转不过来。这里照你原来的滑法就可以了。这里照你原来的滑法就可以了。没有啊，为什么不也练习呢？因为怕造成他的阴影。哦，下面就算了，上面比较平，下面就太陡了。没事，没有啊，没事。过来，安全滑法。对啊，随便你滑。想要自己站着休息，然后踩到自己的板。
还有穿鞋子，我把他脚会冻上。我要想，我有没有看错，真的有。拜托，我把他脚会痛吗？餐厅里头带窗户。好。那我觉得进不去。很不行吧？感觉在外面。好，我想先去尿尿。先按。